土豆，你为什么戴着面具呀？我觉得肯定为了耍帅呗。你们管得着吗？这都马上上课了，我想问你，你的试卷交上去了没？哎呀，交上去了。哎呀，土豆，你赶紧摘了吧！你不要以为戴着奥特曼面具就变成奥特曼了。对呀，等一下老师就来了。我才不要摘呢！我帮你摘。不要摘，不要碰我的面具。小气，一点也不帅。他今天有点奇怪呀，脾气也有点大。哎呀，不管他，来的时候没带脑子。同学们，上课了啊！哟，试卷都交上来了。对呀。那你们的试卷都让家长签字了吗？签过了。土豆，你怎么戴个面具呀？赶快把面具摘了，马上上课了。我不想摘。刚才上课前我们都让他摘了，他不摘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快摘了。对呀，土豆，赶紧摘了吧，戴着面具还影响呼吸呢。哎，我不要摘。哎呀，那你戴着面具上课能不能看到黑板上的字啊？哎，能看到。哎，那你这样的话也影响你听课呀，快摘了。我不摘，学校又没有规定说不能戴面具上课。你这个土豆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呀？算了，老师，他不想摘就不摘了呗，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吧。原因？那行吧，我去看看你们试卷的签字情况啊。我看看试卷，第一个是小西的，家长签字了。我再看看亚楠的。哎，我的也签了。亚楠的也签了。土豆，你这六分的试卷怎么没有家长签字啊？老师，我签了。签了，签了，我怎么没看到啊？我真签了。签了，我为什么没找到呀？谁签的？我爸我妈都签了。签了两个，你说谎的吧？我怎么没找到啊？一个都没有。老师，我没说谎，我真签了。你是不是你记错了呀？你爸妈应该没有签吧？对呀，考六分的卷子敢拿给他爸妈看吗？哎，土豆，你说实话，到底签没签？我签了。我觉得你肯定没签。我真签了。肯定没签，你承认吧。我签了，只不过没有签试卷是吧？签脸上了，两个巴掌印儿。怪不得戴个面具，我就说我签了吧。有人，哎呀，这爸妈怎么教育孩子的呀？下手这么重，我就给你爸妈打个电话去啊。这下手确实挺重的啊。还是男女混合双打呢。都毁容了。